哎，你怎么会有荣誉啊？你不是每次都被检举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跳欸，刚刚看起来那张选的蛮正常的啊，还是他想要 ban 奇乐斯忘记 ban 了，我就选了，怕我是外挂。你不是说骂人，他说检举你啊，辱骂什么？还有什么中离挂机之类的。为什么都没有三等的啊？三等都被我挖完了。这里，你本来有五，对啊，你不是乱骂人，然后变得没有荣誉吗？我就知道了。首选啊，这昨天遇到我记得这好像很烂我记得那个人有一点烂，要不就是那一把队友每个都送太多了，害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是真烂，还是在送头，还是故意的。都你检举的，真的吗？这么狠，阿米要你要调整一下啦，不可以再这样子了，一直骂队友。为什么在这里？你认识他哦？他刚刚追谁的啊？是你的敌人是不是？我以前那个 CSO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就叫做菜鸟吉他手。我想要玩什么把我 ban 掉啊？奇怪，是你？他不是你？他戴着一个眼镜，白白的，我想一下照片长什么样子。然后他把我好友删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喜欢的女生不喜欢我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我好友踢掉了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是我吗？白白的眼睛不是我啦，是我的童年回忆呀。他喜欢的女生不喜欢我，所以他把我好友删了。是你是不是？CS 谈恋爱，所以爆爆王都可以谈恋爱了，CS 为什么不能谈恋爱？你们可以两个拿着枪在那里射啊射的，多浪漫啊！一起杀了你们最讨厌的人，这样子啊。现在重新开始，我考虑一下。你又不是他，你又不是菜鸟吉他手，你是菜鸟Yes，我只会说这个英文。万国跟冰冰姐，